让政治部严主任贴出布告，明天上午10点，东门外处决土匪，徐大马帮。好，二零三，到。明天处决徐大马帮，你可要亮相啊！二零三，你现在在牡丹江可是家喻户晓啊！你要是在邱车上这么一站，那就是活的布告啊！要做就把戏做足了，派出部队严线警戒，不许老百姓靠近围观，待撤出东门。 二零三带一个班就行了。司令员，我有个建议。让我们的敌工部所有的侦察员全部出动，在城市各个地方进行排查。敌人在动手前肯定活动频繁，说不定我们会有些新的发现。就这么定了，戚部长，你马上去安排。是。 上面写的什么？大小姐，告示书了，说明天上午10点，处决咱们大当家的。走。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你马上发电报给千遍府，明天一早，牡丹江劫狱计划实施。 之后，我们组织各县先遣军行动队，同时发起进攻。马上就办。不过那个胡天明和翠花让我们提供的枪支弹药，咱们给他们，起码能帮我们多杀点共军，减少我们的行动负担。最近，我好像发现军区特工部和刚刚回来的少检部非常关注这件事情。 他们好像察觉我们要行动，所以，我们动作要快。是，走，走。分开搜索，隐蔽行动。 抓紧时间发电报，我先走了啊！我回来了！哟，小白又回来了！坦克，杨排长。坦克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欢迎欢迎啊！欢迎欢迎啊！我们护送白乳同这个药品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二零三呢？ 牡丹江那边有点突发情况，二零三说如果处理得快，就今天晚上回；如果今天晚上没回，让大伙儿也不用担心他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有没有饭呀？我饿死了，边吃边聊呗。有，快快，里边呢。坦克，好。小刘，安排两个人把药收拾一下。哎，来，走走，吃吧，吃吧，走了，吃吧，边吃边聊。 大小姐，咱们现在就得定下来，到底是劫行车还是劫法场？行程里肯定有军人押解，沿途肯定有军队戒严，车开那么快，我们靠不上去。那咱就劫法场。小点声，傻呀你！
这样，等大大家的从车里一出来，我负责干掉周边所有的共军，你配合野狼号还有威虎山的人上去抢人，行吗？行，抢上人以后，往北边跑，我带上马，在北边的林子里接应，上马后分头撤退。教头罢了。谁呀？是我。 都什么呀？这都是你们想要的。来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蒋参谋够意思啊！林老板，嗯，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，赶紧召集下人，说说明天的安排。好，走。大小姐，有了这个，事儿就成一半了。 那也就是说，在咱们围剿奶头山的时候，许大马帮手下的胡蝶迷和郑三炮躲过了一劫，然后，在咱们开庆功会的第二天凌晨，赶到了夹皮沟，试图能够解救左许大马帮。那天火力并不大，是因为只有两个人。等他们逃走之后，利用养伤的阶段。 重新招兵买马搬救兵，现在认为时机成熟了，又准备来劫狱。八九不离十，但是这郑三炮和蝴蝶迷就这两个水当尿壶的样，他俩能接了法场？靠他们两个人，完全不行，所以要必须借助外力。老杨，你是说坐山雕会帮他？ 有这种可能，可就算是帮，也未必是真心实意，只不过是碍于江湖面子而已。会有更大来头的人暗中操作。老道，不仅仅吧，会不会是？ 先遣图上那些人，我最担心的，就是有人能够混进咱们的队伍当中，里应外合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事情就大了。但愿我们丹江一切安好吧。 是狄公队的齐部长亲自布置的。里面安了什么人？许大马棒。许大马棒，他刚才不是被押走了吗？没有啊，刚才还折腾我呢。 一会儿乱扭，一会儿翻身的。刚才被押走的是哪个牢房的？少参谋长拿着军分区特别命令，提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外面。赶紧去给我查件事，快去！是。 没有啊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呀？啊，我是卢小燕。来了。怎么了？孔副院长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有事吗？我来取镊子和纱布。取什么取啊？我还正要找你们呢。 乱拉乱放，找什么都找不见。听诊器、听讲器没了，连骨科手术上的钢丝都找不见，让人家怎么做手术？出了问题谁负责呀？真是！先回去，我一会儿给你们送过去。啊，燕儿，孔副院长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我去看一下。 孔副院长，刚接到密电，今日牡丹江劫狱行动，命令各小组务必配合。这么大动作，他们是不要命了。 老娘不认字，快说！林老板，这事儿你难为许夫人干嘛呀？我来。人在监狱，车是空的。什么？这车里没人啊？妈的，差点上了共军的当。真要是劫了法场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 林老板，啊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可野狼嚎已经巨罚上了，那就是他结束已到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许夫人，要不然你啥意思啊？想滑是不是？想滑，趁早给老子说。想滑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你们威虎山的人要是没种，趁早给老子滚！说啥呢？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啊！别吵了。 吵什么吵！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。老娘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对，打进监狱去，传回监狱去。高，估计送信的人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是个好机会，共军大部队已经在东门等着伏击我们呢。 估计监狱里没有任何防备。走，兄弟们，走，走，各位爷，走，快，走。杨澜，咱去不去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。 当然得去。要是不去的话，咱威虎山的面子不就栽了吗？不过还是那句话，
要是有好东西，咱就紧着捞；要是风声紧，胡乱放几下，咱就划。明白。走。 把许大马报复押下去，就地正法。是。滚！滚！ 怎么样，报告李三，四周山下只发现一个土匪。你确定只有一个人？是。蝴蝶迷他们没有来，一定是有人泄露情报。所有战士，返回牡丹江城北监狱。是。兄弟们，往里冲！走走。 许大当家在跟哪儿呢？我是自己人，不是自己人，千万别乡，我是叶排长，是自己人。许大马不在哪儿？去他身叫牢房。大当家，走！大当家呢？你们来了！大当家呢？放钱！放钱！大当家呢？救老二！救老二去！大当家，这交给你了，我叫二虎子将。快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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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 没想到是老头挺管用的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快走开！快，用桌子搬，快点，都是崔三姨的人来帮忙的。快，慢点，我快，慢点，慢点！王公子，我们救你来了，快把钱给他，咱们走。把钱给我！ 快点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我在这儿呢，快来救我！你他娘的瞎叫什么？啊！
都走了，走了。好，这些人都是你打死的。是。里边还有没有活口？这城北监狱都是重犯，现在你一个没有了。干得不错。来人呐！坏了，密室还有一个，我就把他放了。 初一跑过十五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好的，许大马棒没被他们劫走。司令，可是咱们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？城北监狱那些战士们，就这样就白白牺牲了吗？是啊，关于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我也觉得很蹊跷啊，可是又找不到根据。 所以，我还是觉得咱们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。那个蒋参谋，你先回到夹皮沟，进军威虎山是你主要的任务。另外，我们在提审栾平的时候，他经常提到
作战调和徐九彪，从栾平的神态来看，他似乎很看不起徐九彪，但是对作战调倒是很敬佩的。徐大马帮也跟我们说，你们绝对动不了威虎山。不可能！我就不信那个邪。嗯，我欣赏的就是你这个劲头，你有具体的方案吗？司令员，我们一共组织讨论了好几次。 就是老问题，以弱胜强，匪徒们一共有600多号人，我们强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能靠智取。但是具体的方案我们还在斟酌，还没有想好。不要着急，具体的方案我们得仔细研究，总会找到方法的。是，司令员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侯殿坤专员阁下，牡丹江劫狱已结束，请调动国军大部队开始行动，佯攻牡丹江。明天晚上，各县先遣军开始发动攻击，一定逼军区小分队从夹皮沟回防牡丹江，然后指令。 威虎山坐山雕，趁夹皮沟防务之需，发起对夹皮沟的血洗行动。千面佛，太好了！关参谋长，立刻通知部队，明天下午向牡丹江挺进。这千面佛可真不简单啊！这么大的行动。 能这么快的发动，而且国民党正规军也被他调动，可见能量之巨大。我担心，你是担心他日后生变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网罗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，跟共产党争夺东北。待日后大局已定，谁要是跟党国离心离德，在背后指手画脚。 坚决除掉。但是如果此人能量如此巨大，除掉他没那么容易吧？有什么难的？江山已定，要除掉一个日伪时期的特务头子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看来这一切都在专员的运筹之中。 但专员，我还是有一事担心。讲，夹皮沟离牡丹江这么远的距离，我军突然抵达牡丹江，那共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一来慌于应战，肯定无暇顾及联络小分队；二来，就算有人想到快速集中兵力，但是他们的首长会想，这30多人的队伍对于大战事来说那是九牛一毛，于事无补。再加上。 路程遥远等因素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放弃撤回小分队。由此推论，我们的行动就会有一定的风险。我建议，我们应该再做一些推敲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
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你辛苦了，去睡个好觉。是。 齐部长，明日子时大部队开始行动，趁驻守共军兵力不足之际攻打牡丹江各县。先遣军行动组全力配合，切切。那栾平呢？还在压着呢。 也许蝴蝶迷根本就不知道栾平被关在城北监狱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救他。哎呀，我那天怎么就失手了呢？我要是一枪把那个蝴蝶迷给结果了，这哪儿来后面那么多事儿啊？不管怎么说，蝴蝶迷跟郑三炮都是丧家之犬，已经没有丢大气候兴风作浪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。 就是想想，怎么样攻取北虎山。曾同志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？收获还挺大的。说来听听。秉尖子，我想进山门过坎子。 二零三，我还是想乔装假扮胡彪，独闯威虎山。谢部长，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接获国民党的电报了？抗战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查获过一些日伪时期留下的电台，但是这一阵子确实是没有查获过什么有价值情报。司令员，对不起。 哦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批评你，我是想和你一起分析分析，这封电报你们是怎么截获的，为什么破译的这么快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司令员，这个电报呢是需要电波传递的，这电波呢有着不同的波频，但是只要在相同波频的电报机都可以收到同一波段电报，但是这个波段曾经被敌人破获过，我们早就废弃了。至于破译。 这是明码发的，对。这是一封敌人故意发放给我们的假情报。假情报，谢部长，你想想啊，我们通常收发的军事情报都是要加密的，而且密码还会经常的更换。你说。 这么重要的军事情报，用我们曾经废弃过的波段发送，还是明码发送？干这行人都知道，特殊时期保留这样废弃的波段发送情报是心照不宣的事情。我问你，这么重要的军事情报，换做你会这么发送吗？对呀，司令员，经您这么一说呀，我真是豁然开朗。不过我还没有想明白。 他们发送假情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假皮狗。 我不同意。威虎山因为奶头山被剿灭了，他们如同惊弓之鸟，戒备非常的森严。
我在村口的时候遇到了永琪大哥，他跟我说，现在威虎山加强了防御，任何除了威虎山以外的人都不得进入。村子里的两名猎户，就因为在威虎山的山口打猎，被土匪当场被杀死了，更何况是你。 胡彪他是奶头山的人，现在胡蝶迷还有郑三炮正在逍遥法外。如果他们上了山，看到了你，你怎么办？老杨，那你肯定是有去无回呀。报告。进。 203，田副司令电报，走山雕，我等着。 诸神在上，民女李三妹等代表夹皮沟所有老百姓前来叩拜，请求共产党小分队此次前往牡丹江能快去快回，继续回来带我们过好日子。可别是一去不回啊！保佑保佑，道长。 他们回来了，你们也就都闭眼了。北京，嗨，你准备准备，也该启程了。哈，英雄酒杯装停，何惧鸣枪暗惊？听吾一声狂。